Hello，今天吃四个甜品罐子。先来尝第一个，这个是开心果的。他们家奶油真的很好吃，每天必喝。每天都要坚持那条越来越美哦。再来尝一个抹茶的。抹茶味特别浓郁，这款调的味道特别正。挂干净，不能浪费。这款是多肉葡萄的。这上面是慕斯蛋糕，里面还有蛋糕体。这款是酸酸甜甜的，一点都不会腻。目前为止，抹茶在我心中排第一。再来吃最后一款，这款是巴斯克铁罐，尝一尝。这款就是很浓郁的半熟芝士的味道，也是挺好吃的。OK， 今天先吃到这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